阿姨在家吗？在家呢，宝儿。到家了，别拘束，你放行，你放心吧。妈，谁让你来了？阿姨。阿姨，起来喝点粥吧。不，什么喝进去？妈，多少吃点吧，恢复能快一点。来，坐下来，少吃点。那慢点啊，坐。我站在教室上，心潮滚滚望着大家，教授你来，默默相思苦，匆匆落日。明月东升。
小陈呐、啊，林涵和玉涛的事儿吧，你就别再插手。你说村上的事儿，乡团烂马，你看看你受那样。大树可以被风吹歪，但是不能吹断。你忘了我那句蒙古族谚语了吗？人挡了剑，无剑不可。二婶啊，你说这件事啊，正在刀刃上呢。哎呀，你说到底咋办？我和孝春啊，都拿不定主意。你瞅给孝春急的，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我明天想上林涵家去一趟，这林涵电话我也打不通，就是为了爱情。也不能拿母亲的生命为代价，让他们分手。二婶，不能那么做，那会毁了他们呢。还是让林涵说服他母亲。那你说还咋说服啊？林涵要是能说服他母亲呢，那林婶也不用喝药了。那林涵真是要牺牲爱情，保护母亲的生命，那不把小涛给毁了？咱们就想一个万全之策。还有啥万全之策呀？小涛就必须得做出牺牲，放弃那忠贞的爱情吧。二婶，你还没到七老八十，又怎么糊涂呢？这忠贞的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这最美好的东西那绝不能放弃。小春呐、啊，农业村的重担压在你的身上就够呛了，家里的事儿不用你再操心了。这个担子我还怎么挑啊？你说要发展大经济，你横帮竖挡的，你的阻力啊就像一座大山呢、啊、别人奈何不了我，就你这儿像个千万斤的闸门落在地下，我无法通过。小春，你不能用这种口气跟二婶说话啊。小春子，你看见谁一口吃个胖子？你看见谁一锹挖个井？我没看见现代人用锹去挖井，我只看到油田工人呢用现代机械去打井，那一会儿工人水就出来了。二婶，我又顶着你，又让你伤心。不。我没有伤心，村里的事，家里的事，就像两座山压在我的心。他妈四两酒把你喝他妈这熊色！哎呀，我问。你一天要供我三顿小酒，我你喊一声，你哪哪哪，不是，我闻就闻了。哎哎哎，哎，这不行啊！喂，这不是厕所，他妈喝的酒咋这样呢？谁不说尿尿？憋着，回家回去回家。哎呀，回家去。谢谢了，老姐，回家去吧。这裤子掉了。哎呀，老季，你这么惯他，将来你不得整出事儿来吗？这小子虎星星的，愣了呱唧的，我看你越来越不是人了。你懂个屁！我咋不是人了？我他妈拿钱请他喝去喝酒，我这是可怜穷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少给我来这套啊！你老婆有病，钱你都不愿出拿，那是人干的事儿？再说了，你向小春子要2万，小春给你拿3万，小春子是银行啊。哎呀，这是两码事儿。那钱也不落你们家了吗？这小春子还不仗义？下届选举，我家族的选票你一张拉不去。到前你看呢？你要能拉起一张，我都给你个姓，
这回我才看清你啊，你肠子都黑了。我去，你个臭鸡蛋，不知道曹操高了呢。手机还没开啊？不开。这林涵，你到底是干啥呀？干啥？你问他去呗。那何该干何该不干，要不干给他通上话呗。那三嘴蛤蟆没有两嘴人不也都是？你闭上你乌鸦嘴，添什么乱呢？于涛，我去找林涵，把事情说清楚。你有没有意见？我没啥意见。谁的母亲采取这种极端行为，谁不心疼？哎，咱们生命都是父母给的，是母爱使咱们成长起来的。如果我是林涵，我也要放弃爱情去保护母亲的生命。我现在没法上他们家，你去看看去吧。我们仨去。行了，你就别去了。林涵母亲对农村有偏见，你们去她会生气的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去呀，妹子。嗯，我走了啊。小心点。没事。哎，林涵，就你自己来的吗？那你还想让谁来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的任务啊是通信员。咱们让袁林，你说吧。你手机咋老也不开机呢？我妈一听见电话响，就以为是于涛打来的。就跟挖心一样。那你咋不偷着给于涛打个电话呢？他都急死了。我爸还没赶回来，我也不敢离开家，现在我就要去给他打电话。你这咋离开了呢？我老姑来了，在我们家待着呢。哦，走村里边去。小春，你不要发展大精力吗？我也不再给你做饭烧奶茶了，儿大不由娘。小涛，你呢？不是我这当妈的啥事都管，去找着林涵，把心里话说出来。分手吧，你觉得你没错，你再走下去容易产生悲剧。林涵他妈真的要是再喝药发现不及时，你们俩就是结了婚，这辈子能安宁吗？都是爹生娘养的人呐，这一辈子啊，别做对不起别人的事。你们俩好好想想，你们俩都是农业村顶梁柱，父老乡亲们都眼巴巴看着你们呢。二婶，你说这十七大刚刚闭幕，科学的发展观已经写进党章了，这
不能单单的发展经济，还要大力的发展文化，解决咱们民生问题。咱农渔村现在贫富距离已经拉得很大，这社会平衡的杠杆已经倾斜了。二婶，你说你让我这个村长怎么办？二婶，我是儿大不由娘啊。小春子，你不知道金本灿是一个啥样的人吗？起来，起来，孙长进屋。进屋吧，哥。走，孙长进屋。别哭了啊。在爱情和母亲生命上，你会怎样选择？你说什么？你提的这个问题不但尖锐，而是在钻牛角尖。在这里根本不存在着选择。母亲的生命和忠贞的爱情一样重要，就像是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一样，是先有的鸡蛋还是先有的鸡，很难做出客观的公正回答。忠贞的爱情和母亲的生命缺一不可，这两者我都要。对，这才是正确答案呢。那我可要回去报信去了。哎，可是韩姨的思想能转变过来吗？短时间内很难说。今天上午就在这儿，我告诉她我跟于涛分手了，她只是呆呆地看着我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我能感觉出他的态度在改变。你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都是我们身边的人，也是我们最亲的人。人呐，最难改变的高级动物。现在啊，不是要和我们的亲人去做斗争，需要我们当代青年长期不懈的慢慢的转变他们。是，我那天掀桌子到现在我都后悔呢。他毕竟是我的亲爸呀。没错呀，那天你一点错都没有，只是每个人采取的方法不一样。哎，行了，不说了，于涛等着我回去报信了。林涵呐，我相信有情人一定终成眷属，我祝你早日回归农渔村。我走了啊。村长大哥，这上一段时间我都给你叫板了，那城里有啥咱们就得有啥，那城里没有的那咱也得有啊。对，就得有这种精神。村长，你别看我一天不说几句话，咱那500万刀架脖子也不能分呐。这一家分个1万2万的，这用不上一年就得光，到最后还得啃那一亩三分地儿，到时候咋整啊？大哥，你要扛不住，真要分了，那以后可就别怪小弟不客气了。那往啥就拉动全村青年和咱对着干，这顾及大包，你可别怨我。我告诉你们，谁也不行给我瞎整，听着没有？我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必须发展大经济。哎，真对呀！这天都要上冻了，大雁都南飞了，你这只受伤的孤雁还在这苦苦守着呢，真有点黛玉悲秋的感觉呀。啥呀？你说啥呢？我是说呀，那失恋是啥滋味啊？你还能坐住呢？坐着跟站着有啥区别？那不都一样吗？于涛，我这个通讯员可完成任务了，你想不想知道林涵咋想的？咋
咱想的。爱情和母亲的生命啊，同等重要，缺一不可。他哪个都不能放弃，这是林涵的想法。这是持久战，需要时间的。是啊，于涛，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呀、啊。哎，我妈手术成功了。是吗？嗯。哎呀，我都给忘了，也没说看看去。这要是你妈呀，你说什么也不能忘。太对不起，咱俩一起上医院看看去吧。不去了，林涵在那呢。真的？啊，你想不想去？你说呢？我问你呢。这不明摆着呢吗？什么明摆不明摆？你正面回答我，到底想不想去？你咋变得跟辣椒似的呢？呛嗓。哎，你快点说吧，到底想不想去？想去，咋不想去呢？于涛，于涛，你说你就这么点勇气都没有，跟个老蔫似的。走吧，快走吧。希望都落了空，生命就毫无价值。妈，希望是个好东西，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好东西是永远不会死的。妈，女儿是你的希望，你的希望永远不会让你死。省里开会，没回得来。是萨仁阿姨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。这，我都猜到了。在抢救你的时候，在你还没醒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少只眼睛
在等待和期盼着吗？再次感觉到妈妈的体温，像春风一样温暖。我永远都不尊敬她。妈，我想回报她。丽涵，别说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可别跟老金瞎混了。咋的了？这小子没有好事儿啊！我才知道，啊，他媳妇得乳腺癌了，天天给治都不治，他这人肠都黑了，你还跟他混啥呀？是小春子给他们拿3万，我他妈才捞着500，这小子太抠了，太抠！你以为小春他家开银行啊？哎呀，地荒你不种，东家要西家要，我是小春子。一分钱都不给你，这么大脸你咋心说了呢？这天老金就得给你酒喝，就是没拿好肠子。那哪能呢？我现在有奶就是娘，倒是被这鸭蛋还给我。你不成了猫崽子虎毒一个吗？老金说了，说啥了？老金可没能说，那是我自己想的。你这可咋整？经人一点就透，你这个250。你可咋活的呢？你去吧，我可不去了。哎哎，干啥去？走啊，跟我去啊！不去。哎，回来呀？你回家呀？回家干啥去？何来呀？你说啥？我说啥？你这个蒙不蒙啊？我能蒙啥？我蒙。你看没看到？这第二个文化活动中心呐、啊、小医院呐、啊、浴池啊、花卉基地呀、啊，这都开始建了吧？
上东之前的主体都得封顶啊。他医院建建封封，这钱封个屁嘛，就扯犊子吗？他愿咋整咋整，我告诉你老金，天塌有大汉，过河有矬子，他爱我啥事儿？哎呀。我说你这个书记，哎呀，你真能稳得住。现在那烂菜帮子就撇了吧，你别赶着说风凉话了。七岁秀虫干的都是正经事儿，正经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步走的，我都后悔死了。再说了，老舅，你在这中间这么一整，我是前也不是，后也不是。还怨我呢，也就你这熊种玩意儿，刘备的儿子，死孩子一个，就你好，连自己亲生女儿和你都离心离德了。恢复怎样了？我嫂子来好几趟了，你这输液管才露面，快出院了，给你看了。老妹子，你别挑大哥的理，大哥时间是有，可这兜里是空的，我拿啥看呢？谁挑你这个了？我妈住院呢，全是王村长拿那3万块钱。人班汗毛比咱的药都粗，说那个老舅赶人家。你可别提我爸了，跟你似的脚步不送，真是啊，有啥舅舅就有啥外甥，手里攥5万块钱攥死死的，一分不往出拿。在我爸眼里啊，这癌症啊就是等死。哎呀，哪能那么说呢？你自己亲娘舅你还不了解啊？那太不得劲儿了，那多让老舅们伤心呢。那就把那说。你怎么自己跑这儿来了？天这么冷，你别再感冒了。那我不冷。妈，你有事吗？有话你就说吧。
林航，你还生我气吗？有时候气，有时候不气。哪有做女儿的会永远生妈妈的气呢？妈妈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我无法剥夺你的观点呢。谁对谁错，母女俩怎么能分得清呢？再说了，儿不嫌母丑，在我眼里啊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其实妈的心也都是为你好，可好心有时候也做不出好事儿。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不应该这么做。人死了再活过来，好像好多事情都看清楚了。妈，你那不是死，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。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，你们这一代人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下一代。妈，在你们眼里，如果不顺从，那就是不孝的儿女。妈，你说对吗？我今天清醒了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什么事儿啊？妈，你说吧，有啥不好说的？像原先那个小给上锁，一间房子半铺炕，还是个人的，也就能买点药。咱们呢，必须得搞一个小型医院。这合作医疗啊，必须得搞好，要不怎么能是新农村呢？嗯，你那路子呀是对的，二婶肯定是担心你失败。哎呀，你可不能跟二婶来犟的啊。那刀把在你手里掌握着，后边还有一大堆年轻人跟着你，支持着你。你说支持就是力量啊，有了力量才能前进。你呀，千万别认为二婶儿是你的拦路虎。那你说儿女要远征，哪一个做母亲的不担心呢？这基层工作太难做了，这是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呐。那干好了是难，你要是像张兆果大哥似的也就不难了。怎么呢？他一天啥事也不干。哎，我听鸭蛋说他跟一个女的有不轨行为。你可不能道听途说呀，我告诉你，这话你也就跟我一个人说，这女人就爱望风捕影的，你可不能犯自由主义啊。我跟你说，你扯老不少。哎呀，这不是没有外人吗？哎，你啥时候用钱啥时候找我，用多少都可以，我随时给你批条子。你呀，少给我来这套，这锦上添花谁都会，那雪中送炭呢，那可没有几个。哎，你说哪次没达到你满意了？行了，我走了啊。那你别吃了啊。